Hello，兄弟们好，我是刀圈里的小学生镇远。好多兄弟在后台问有没有 BOSS 的巴克，有没有 BOSS 的巴克？今天他来了啊 ，BOSS 的巴克礼盒装的，看一看，瞧一瞧，然后里面还有专门的包装刀的袋子。这种配置在巴克里边真的是很少见了。这把刀送人也是不错的，皮鞘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刀，是一个黑色的基石手柄。打开刀片 ，BOSS 热处理的 S30V， 经典的博弈头刀片，银色的刀枕，基石的手柄贴片，还是原来的味道，还是原来的配方。整把刀会很重，真的很重。S30V 的钢材性能也提升了，手柄的颜色不同，和普通款的辨识度也拉开了。这刀真的很精神啊，OK， 我们来测一下它的参数，全长220，其实是219啊，巴克的参数，厚度3毫米，整把刀没啥太多可说的，毕竟它作为全世界销量最高的折刀，巴克110，是一个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设计了。很多刀友入门，它少不了一把巴克110和卡巴的1217，就是折刀和这个战术直刀的两个领域的头号代表了。OK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。这个小巴克确实没啥可说的啊。大家想看什么视频的话，欢迎在后台和我积极私信互动。大家想看什么，我就拍什么。谢谢大家。